几个卖望远镜的，你敢说你不是同行吗？主播都卖了这么多台了，还买不到主播手上这一台，节奏你是带不起来的。因为主播的店铺评分是5.0分，主播的这个粉丝是6万多粉丝，你才几个，你才几个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傻不拉几的，有的大哥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望远镜都卖了几千台了，如果说你买不到主播手上这一台，那人家买去的人都是傻瓜吗？对吧？人家不会退货吗？真的是说话不经过大脑考虑。我连接了手机，显示占尽光学，这是你的产品吗？大哥你好，我这个叫波哥望远镜，店铺叫占尽光学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啊。好像没有手机大，对，人，因为我这个直播不是说没有手机大，